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大家好，我是郑英杰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台北股市现货以及六月期指今天出现一个开低走低的空方趋势盘，中场现货下跌了179点，六月期指更是重挫了188点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个六月期指今天的当冲走势图。今天整个六月期指的当冲走势图呢，相当的疲软哈。首先开盘呢，它直接开低，大概七八十点哦。开低之后呢，最高价就是开盘价附近8636，在8:45出现，最低价呢在1:03出现，它叫8502，8500差一点失守。那高点跟低点的一个区间呢，它总共有134点的一个空间哦。今天高点跟低点的一个区间134点空间，那今天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空方趋势盘，请导播拉近。今天整个行情呢，到收盘呢，总共足足下跌了188点，盘中六月期指曾经呢还大跌超过200点。那么在今天的行情里面，这样的一个盘势出现了，我还是要透过今天整个盘势来告诉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如果你在今天的行情里面严重受伤的话，我还是要建议你让专业的来带你操作，让专业的来带你操作。所以在今天，如果你因为严重受伤而要选择一位优秀的分析师来带你操作的话，我在这边千叮咛万交代，要交代全国的投资朋友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如果你今天想要选择一位老师来带你操作的话，麻烦你也拜托你一定要选到一位够专业够专业的期货分析师。那你可能问曾老师，老师，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期货分析师他才叫做够专业嘞？那今天我就来告诉你，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老师啊才吻合专业这两个字。既然是期货分析师，要吻合专业两个字，一定要懂两种商品。哪两种商品？第一种商品当然就是期指，第二种商品当然就是选择权。因为既然身为期货分析师，期指选择权两样你都要非常精通。不是说只单独精通一样哦，也不是只单独精通这个选择权哦，不止期指，不止选择权，两个都要一起懂。那这两个到底谁懂？其他人我不晓得，但是亚洲期网今天就证明给你看，亚洲期网就符合了专业这个资格。你说市场上还有没有其他专业老师我不晓得，但是至少你今天在看我的节目的时候，我恭喜你，你找到了真正的专业合格具有执照的期货分析师，他叫做亚洲期网曾英杰。真的是这样吗？首先要怎么样证明亚洲期王是一个很专业的期货分析师呢？当然不是从解盘来看，当然要从实战操作来看。我说过了，任何解盘师所讲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收完盘之后他讲的头头是道，每天都很准，但是当你参加他之后，你会发现他解盘头头是道，他的操作呢却没半套。所以说选老师你一定要选会实战的专业分析师。那到底曾英杰算不算是实战派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分析师呢？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证据哦。首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的第一笔单的一个动作，每天我们的第一笔单都会在9点以前出手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今天在8:52我们出手操作了第一笔单，第一笔单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，三个字，它叫市价单。我想我要在这边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以及全国的会员朋友，我们每天一定会出手，而且一定会让会员呢有足够的时间，并且呢确保会员一定成交。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，要让会员确保成交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做市价单。那每天我们的第一笔单一定会在9点以前，几乎呢都是在9点以前，很少说在9:30以后才还不出手的。9点以前我们一定会出手第一笔单，这第一笔单呢我们一定会告诉会员这个叫市价单。那市价单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六月期指目前报价在8622附近，请仔细看，我当时我在看盘，我看到的报价在8622附近，我赶快发讯息告诉会员，收到讯息直接市价做空，有没有很清楚？也就是说，当会员朋友你收到讯息的时候，你只要是我的会员朋友，你收到讯息的时候，你不要管价位多少，你就直接市价进场去做哦，我绝对不会害你，直接市价进场去做空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笔单。那你问曾老师说，为什么我要市价做？市价做进出的原因就是要让会员一定要有单。那今天的第一笔单很明显的我们空得很漂亮，
哦，空得很漂亮。那在这里为什么呢？我要去放空，因为很明显的趋势哎，已经怎样，完全向下了嘛。趋势向下，当然要做空嘛。纵使今天开盘，它一开盘就跳空开低了70-80点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想很多人今天呢，看到跳空一开盘就已经跌了70-80点，一定傻眼了，一定没有胆量进去空嘛。特别是有很多台面上的分析师，哦，那个很多人呢，人是到公司了。但是胆子呢，却是放在家里面，完全不敢带会员朋友实战操作。那我们今天怎么做？今天第一笔单我们就试驾进场啦。那试驾进场我们干什么？来，再看一下扣讯。我请会员收到讯息之后，直接试驾做空啊，干脆利落不啰嗦啊，就是直接试驾做空了，管它37/21。那所以说，亚洲期望每天的第一笔单，我一定是试驾进场。今天8:52，我们试驾，大概我问过会员朋友，都空在8616这附近。试驾于8616空单进场，一笔单至少两口大台子。为什么要试驾进出？因为只有试驾进出，你才能够确保成交。所以今天第一笔单我们是做空，而且一空马上行情快试哦，而且狂泻，狂泻到今天的最低点8502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要在哪里出场？我说在哪里出场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既然是我的会员，我就要必须要怎样带你进带你出。这一笔单进场之后，来到了多少？9:49，来，各位仔细看，我怎么交代会员的？今天的第一笔试驾单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第一笔单都是试驾单，第一笔试驾单8616附近的试驾空单部位，我请他们全部挂定价8495平仓，哦，8495平仓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还特别交代，今天趋势盘的趋势很弱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全部挂定价8495平仓，但是怎样？但是不反手做多，那万一要做多，我会再发讯通知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等于就只有做这一笔试驾哦，空单8616，带进带出，认真负责，就是一向就是亚洲期望的风格。8616的空单进场，我请会员挂8495平仓，那糟糕了。今天的最低只有来到8502，8495差7点，没有补到，没有补到怎么办？差7点吗？熊给点来到8502，并没有来到8495啊，这个8495没补到怎么办？最低只来到8502啊，在1:03啊。我请会员挂8495平仓，但最低8502怎么办？我一定会再补充一个扣讯。11:01，今天的第一笔试驾单进场在8616附近的试驾空单，如果没有在8495出场的话，如果没有在8495出场的话，一律怎样？我们就收盘价出场，我们就收盘价出场。所以这个8616附近的试驾空单呢，这一笔单呢，我们今天只做当中。那今天收盘价多少？8525。好，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，请导播拉近。今天收盘价收在多少？8525。哦，我们今天没有补在最低，补在收盘价。原本曾老师所算出来的转折低点在8495，跟今天的真正的低点相差7点，没有补到，没有补到，我们今天就补在8525点。那一口单呢，跌了91点，两口单就大跌了182点。好，我先证明棋子的部分。那虽然这个棋子的部分你看得很清楚，我们确实是大获全胜，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个郑重声明，我在电视上所讲的所有的专业操作分析，我只是在分析指数的涨跌点数哦，各位仔细看哦，我不是在论述操作绩效点数哦，这是我每天在强调的。今天我们虽然看起来哦，我想观众朋友很清楚都知道我们是大获全胜，但是我强调的这只是怎样指数的涨跌点数，并非论述操作绩效点数。法令规范，我们分析专业操作绝非保证确可获利，金融市场风险与报酬共存，过去绩效不代表未来绩效。好，我想你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棋子哈，你看到曾老师的利落，怎么样利落？开盘8:51、52，我们就试驾去放空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我说要检视一个老师到底专不专业哦，光看这个棋子的操作还不够，你还要看一样商品，来，它叫选择权。既然是期货老师，期货也要懂，选择权当然也要懂，这才是全方位而且专业的期货老师。我相信台面上啊，现在有在讲期货，同时又有在讲选择权，有在带期货当中的，也有在带选择权操作的。我想咧，你去看一下其他的电视台，你去找一下其他的分析师，应该是找不到第二个可以这么厉害的两样商品都带你做。那讲了那么多，我们今天的选择权到底又做了什么动作咧？来，今天的8:53，请你眼睛张大一点。8:53，8:52，我今天干了两件事情，我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今天总共哦，你来看哦，8:52哦，我做了两件事情。我告诉会员呢，期指的部分收到讯息直接试驾做空。来，选择权呢，8:53，6月份的选择权
哦，礼拜三就要结算，我请他们今天8600的卖权啊，报价在45点附近的时候啊，我告诉他们什么？收到讯息之后怎么样？完全不要管，不要管什么？完全不要管价位多少，我请他们直接市价至少给我买进20口，你有看到不？这有清楚不？直接市价至少买进20口，你有没有看到很清楚？来，6月份的选择权8600的卖权，现在报价在45点附近。收到讯息之后，完全不要管价位多少，完全不要管价位多少，直接市价嘞，至少给我买进20口。哦，那万一跌破22点嘞，我们嘞停损出场。我们先对价对时哦，这个8:53哦，这个是选择权当中班哦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个8:54的时候，8:53的时候，你各位你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刚好在44、45附近？44点、45点附近，是不是会员朋友大概都买在44点、45点附近？没错吧？好，我说除了期指当中之外，我们今天还一样再买进怎样8600的卖权，这是只有选择权当中班才有的口讯哦，因为这个选择权当中班每天一定会出手做买方。那今天再买进8600的卖权，我们买在45点进场，那我请会员买几口？来，这边导播拉近，直接市价嘞，给我至少买进20口，你有看到不？直接市价至少买进20口，你可以问郑老师，老师买20口要多少钱？来，45点买进，对不对？我来教各位，45点买进，选择权跳一点是50元。如果你买20口的话，麻烦你算一下，这边50×20刚好就是1000，1000再乘以45刚好45000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按照我的call讯，你去买20口的话，买8600的卖权买20口的话，你大概需要投资的资金啊，大概是45000块。而这个45000块买进之后，各位，我是怎么告诉会员的？来，你来看哦，这个由于今天大跌啊，整个卖权呢，它整个呢大幅度的上涨。哦，大幅度的上涨，我们来看一下、哦、这个卖权到底呢摆到收盘呢，我们的会员朋友到底呢，他的45000会变多少钱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来，进场之后9:06，现货开盘6分钟，6月选择权8600的卖权，45点附近的市价部位，今天不管输赢，不管盈亏，一律怎样？一律用收盘价出清部位，一律用收盘价出清部位。哦，那万一触及跌破23点，也务必诶。停损出场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选择权哦。来，导播拉近，今天收盘收多少？91点。当时啊，8:53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导播拉近，我请会员朋友大概在45点这附近呢，去做一个直接市价买进的一个动作，而且我要求他们至少给我买20口，整个拉远。我们买在这个地方。那今天收盘的时候收在91点，今天整个当中大涨了202%，翻了一倍，刚好翻了2倍。翻了2倍，45点变91点。今天45点进场，收盘的时候刚好91点。但是我们今天呢不留仓，45点进场，收盘91点出掉。今天一进场之后马上翻倍，大涨了202%。结果45000块到收盘变成91000块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你买了多少钱，你到收盘就变成了2倍 ，double。哦，因为202%，它叫 double， 它叫 double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？今天不管是期指也好，不管是选择权也好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了我们呢，都是非常专业的带会员操作。那也就是像我所讲的，今天如果你因为受伤，想要找一位期货老师来帮助你的话，我刚刚讲了，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带你。什么叫做专业的老师？这个专业的老师啊，他一定要带你实战操作，而不是每天收完盘在电视上解盘，那个没有用，解盘赚不到钱。只有操盘才赚得到钱。那操盘你可以看到今天的选择权202%，今天的期指当中你也看到182点，刚刚你有看到，我再秀一次给各位看，足足大跌了182点，完全按照我的call讯来操作。所以期货选择权你到底该选谁，我想已经很清楚了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说了，我是一个很希望我的会员朋友以及投资朋友跟我一样精进厉害的，所以呢，在最近我说了，我做了一套教学手册以及一套教学光碟。各位，这个我每天要讲，我要讲到什么时候？我要讲到这个礼拜结束。为什么讲到这个礼拜？因为在不久的将来啊，这个礼拜天啊，我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哦。这个先暂时来卖个关子，先不讲。那这个手册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说你只要是我的会员，你如果要跟我一样强的话，你一定要把我的毕生的操作的一个绝学啊，全部都融会贯通学会。哦，你一定要学会我的毕生的一个绝学，你才能够跟我一样强。哦，那除此之外，手册之外还有这一套光碟，光碟搭配这个手册，它总共是搭配在一起的。这个光碟里面有4片，
每一片都在讲解我们的操作方法，哦，我们如何实战操作棋子。在这个地方我说了，你现在开始哦，不管是新会员或旧会员，每一个人手头上都要一套，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新旧，不分等级，哦，你纵使嘞你的等级再怎么普通，或者是你等级再高，或者是你的等级嘞你是旧会员新会员都一样，每个人都要一套这个，因为我要把每一个会员都教到会，哦，并且要跟我的脚步一样，要跟我一样专业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跟投资人一起分享，这是我最新的一个著作，哦，最新的著作。那看到我们今天的操作，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嘞，你应该嘞会很心动才对，因为我想嘞应该没有几个人可以像我们今天这么利落的一个操作。所以在今天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选择一位老师帮助你的话，来各位一定要选全方位的老师，全方位的期权老师，我想除了我之外你应该很难再找到第二位，他叫亚洲棋王曾英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三个东西。第一个，我研发出来的操盘软体，它叫仙人指路系统。第二个，如果你有兴趣跟着我们一起成为赢家的话，棋子的当冲讯息，我们也很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。再来，对于选择权你有点懂又不太懂，或者是你懂的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，我们今天也很乐意跟你分享。跟着专业走，财富自然有。今天的中场资讯有一个惊喜要给大家，欢迎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有诚意的投资朋友善加把握利用。我们稍作休息，大家回到节目现场，谢谢各位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嘴齿痛请用齿痛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超值组合套餐，超值组合套餐给你超值价，曾老师让你轻松超值价，棋子当冲特惠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的特别班，请各位仔细看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二三多元服务，保证物超所值，来电询问，保证你超值，保证超值价，破天荒大优惠，破天荒大优惠，限时抢购，限时抢购，这有时间限制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来电问了马上就知道，保证惊喜，保证超值，一次拥有多元服务，欢迎各位来电洽询。棋王团队棋过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、每日一定出手；二、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、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狠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狠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棋过，选就选最好的棋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超值组合套餐，超值组合套餐给你超值价，曾老师让你轻松超值价，棋子当冲特惠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的特别班，请各位仔细看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二三多元服务，保证物超所值，来电询问，保证你超值，保证超值价，破天荒大优惠，破天荒大优惠，限时抢购，限时抢购，这有时间限制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来电问了马上就知道，保证惊喜，保证超值，一次拥有多元服务，欢迎各位来电洽询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
鹅牌气密窗。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，要怎么准备才好呢？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，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。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，保障多更多。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，要选对保险种类，并注意效期。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。朋友们，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，让出国更安心，有备无患哦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。那么在今天呢，上半段我们已经讲解我们精彩的当冲操作之后，下半段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波段操作哈。这个波段操作呢，各位，我们任何部位一定不会不见。今天呢，出现开低走低的盘势，盯了一百，我们多单留仓续报嘛，长假的前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单子我绝对不会不见，我还是会很清楚的交代。六月七号，波段未远，波段多单留仓续报。来，重点来了，这个波段单今天呢？整个多头行情呢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之后，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多单的？来仔细来看哦，还没开盘的时候8:09，你来看一下8491的波段多单，我们有留仓对不对？还有一笔哦，8612，8491的波段多单跟8612的波段多单，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，今天只要开盘啊，万一呢触及啊，或者是跌破啊各笔成本啊，我们怎样才会出场？那所以说今天的波段单呢，我们两笔呢，今天全出。因为整个多头行情已经被破坏了，首先8612开盘之后没多久，我们就打到成本出掉哦。今天开盘开多少？8636嘛，那开8636，它压下来一定会打到成本嘛。成本在哪里？8616，哦，成本出掉。那8491的多单呢？我们今天出场哦。来，各位，我这边有做一个明确的一个清楚的交代哦。10:10，今天的波段位元8612多单在成本出场了，没错吧？那再来8491的多单。如果还没有出场的话，我请他们一律怎样收盘的时候呢，务必怎样做一个出清的一个动作。那明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个重新布局，布局这个波段单哦，因为整个这个筹码、啊、还有整个这个趋势呢，已经有明显的遭到破坏哦。多头行情今天呢盘中呢将近呢大跌快200点哦。那但是你看一下我们的单有没有受伤，有没有受伤？各位还是胜利耶。今天跌了快200点，我们这一笔波段多单还是胜利平仓哎，所以说做波段单你要跟谁做？你当然要跟专业的做啊，你要跟那不专业的做，一赔就赔好几百点。好了，跟我做，我说了我们的留仓很严格，绝对不会轻易的嘞去留仓，只要留仓一定是有十足的把握，而且一定有安全的距离。哦，那讲到这里，如果说你还是不敢做波段单的话，我说了我们的模组还有当冲啊，我们的模组里面有当冲模组，也有波段模组啊。那波段单现在波段模组里面波段会员没有任何部位，那当冲会员也是怎样每天进出，像今天很多老师，我想今天开盘之后一定傻眼了，不敢做了。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啊，方向不对，苗头不对哦，我们就会赶快见机行事哦，赶快空单进场哦，试价进场一定成交，试价进出才能确保成交嘛。那很多老师呢，他不敢做，或者是挂高挂的价位让你做不到的那个都不是你要的、啊，你要跟着老师是一定要做得到的，这个才有意义。因为你真的做到了，你才有可能真的赚到钱，而赚到钱才是你真正的目标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只做了一笔试价空单哦，那到这个收盘呢，182点，那选择权呢，各位一样跑去做卖权，好、哦，期货也做空，选择权我们做卖权，来45点进场，教过各位了，20口的话45000，到收盘45000变91000，一涨涨了202%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，其实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很希望各位呢能够把我的功夫都学去好、因为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功夫。所以在今年我再推出了这两套商品，这两套商品呢就是我的智慧财产，一个叫做期权模组教学手册，一个叫做期权模组教学光碟，这是我最新的期权著作。那目的是什么？我希望全天下全台湾省所有的散户都慢慢的不见了。为什么不见了？因为慢慢的他们学会了我这些技术哦，这些操盘的一个技术统统都学会之后，各位透过这个光碟，透过这个教材一遍又一遍，慢慢的把我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，这才是我真正要的目标。所以有兴趣跟我们一边做一边学的投资朋友，各位今天软体也好，当冲讯息也好，周选择权讯息也好，全部都跟你一起做分享。只有跟着专业走，你呢财富呢才会自然有，
全方位的期权老师亚洲期王曾英杰，软体、当冲讯息、选择权的讯息，都是实战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讯息跟工具。今天中场资讯有惊喜要给大家，希望有诚意的投资朋友想赚钱，真的不能婆婆妈妈，婆婆妈妈就一定会错过机会。该怎么做？善加把握中场重要资讯。我们明天见，谢谢各位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。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超值组合套餐，超值组合套餐给你超值价，曾老师让你轻松超值价。棋子当冲特惠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的特别班，请各位仔细看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二三多元服务，保证物超所值，来电询问，保证你超值，保证超值价。破天荒大优惠，破天荒大优惠，限时抢购，限时抢购，这有时间限制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来电问了马上就知道，保证惊喜，保证超值，一次拥有多元服务，欢迎各位来电洽询。齐王团队齐货操作给您三大承诺：一，每日一定出手；二，市价进出一定成交；三，停损停利严守纪律。我们拥有一套快稳准操盘系统，帮助投资人快速累积财富。快，多空立判机不可失；横，顺势加码推升获益；准，停利停损确保不失。战胜期货，选就选最好的齐王团队，请拨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，超值组合套餐，超值组合套餐给你超值价，曾老师让你轻松超值价。棋子当冲特惠，期权操盘软体，选择权的特别班，请各位仔细看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次让你拥有多元服务，一二三多元服务，保证物超所值，来电询问，保证你超值，保证超值价。破天荒大优惠，破天荒大优惠，限时抢购，限时抢购，这有时间限制。02-2578-3777，02-2578-3777，来电问了马上就知道，保证惊喜，保证超值，一次拥有多元服务，欢迎各位来电。